可以用汤匙就好，不要用手吗？可以吗？陈，哎、欸，你手乱丢，干什么？小满城，小满城，光华，用汤匙吃。嗯，好棒哦！那个不要了，好恶心哦！你不要在他面前玩球好不好？吃饭。哎呀，小丽安去旁边，让他自己吃。可以把电视切掉吗？让弟弟认真吃饭好吗？慢动。那个谁开的？开的，他们也开，开不了。